90年代台视播出的蓝色蜘蛛网是家喻户晓的节目，现代虽然电视不再播出，但仍有许多人为蓝色蜘蛛网所困。没错，我们说的就是恶名昭彰的静脉曲张。因为现代人工作性质常常需要久站，静脉曲张在人们身上变得越来越猖狂。为了解开这个血与管的纠葛，我们决定走上街头，看看人们是不是真的了解静脉曲张。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给访问？可以给访问？不要跑啦！听过静脉曲张吗？有听过啊，这像静脉曲张的东西。做什么行业的吗？或是需要站着或坐着很久？老师啊。幼稚园老师，静脉曲张是什么？会有哪些症状？帮我们猜一下。肿胀吧，腿部无力，然后脚抽筋，应该是这些，或皮肤发痒。自己本身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吗？我不知道我这样算不算静脉曲张呢？哇，这个太严重了吧！哇，这是圈圈叉叉吧？你脚会痛吗？会痒吗？脚会痛吗？哦，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难站。这样会痛吗？会痛这样会痛吗？为什么会痛？啊，我已经说会痛了，不是吗？我已经说会痛了。你知道哪些族群的人可能比较容易静脉曲张？静脉曲张，怀孕的人，然后久站的人，这个可能也有吧。三名可能会有静脉曲张，因为他们要一直这样啊。打电脑，打电脑。对，久坐族群，那你有觉得这样子算是肥胖吗？有胖哎、欸，那有胖，放松。对，已经很放松了。没有在放松，已经很放松了。放松。圈的意思是，不是吧？你们有多爱玩圈圈叉叉？路上的人可能对静脉曲张不是那么了解，那我们换到百货公司试试看。有人有静脉曲张吗？有人有静脉曲张吗？没有。你有静脉曲张？好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有静脉曲张吗？你有看过《蓝色蜘蛛网》这个节目吗？有。大概是像这样子吗？对。蓝色蜘蛛网。哦，对，我还以为是电视，是静脉曲张。哦，对，没错。有啊，我就有啦。就是站立的工作站久了，比较会有这个状况。我现在的腿就是这样。对，真的，对啊，你有办法露出来给我们看一下吗？哦，哇，真的，真的，你那个时候是看什么科的医生啊？家庭医生啊。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静脉曲张会有哪些症状？脚抽筋，蜘蛛网。听说下面有一条筋比较粗。对，我有一条。同事静脉曲张到秃头的吗？好像没有，但是头发比较少，是不是因为它造成的？我就不知道。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族群比较容易得到静脉曲张？你有听过家族病史也会有？有，像我爸爸也有这个症。哦，你爸爸也有。我们家男生那一边的好像都有。哦，对。你是个很棒的例子哎。没有人想要这个例子。对，没有人想要。有糖尿病，然后还有孕妇、过劳、老人家，然后还有肥胖。哇塞，真的是全对。我们等一下就不用访问医生啦。你觉得如果静脉曲张不治疗的话，最严重会怎么样？会越严重啊，甚至死亡啊。真的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死亡为什么这么好笑？会影响性功能吗？其实你这样一问，可能会，因为那是充血嘛，很可怕。就像我那个时候腿整个肿起来，然后就要做心导管手术。我那是从该边钻洞，从这边钻洞，然后用那个管子进去抽血栓，而且那个血栓血块还跑到肺，所以我那时候是小腿静脉栓塞跟肺栓塞一起发生这样子。那你会郁闷吗？会啊。赶快脱离这个环境。对啊，不要站柜。什么时候下班？去麦当劳喝一杯。谢谢，谢谢。有喝过了。经过我们接访后发现，大部分民众对静脉曲张的认识以及危机感比较不足，所以我们特别找了台湾血管通路健康学会理事长柯博仁医师来说明。我想要请问，到底是什么会造成静脉曲张？静脉曲张就是这个人的血管有一些品质上的问题，瓣膜比较松脱，再加上他的生活习惯长久的站立跟长久的坐着不动而造成的。所以站太久也不行，坐太久也不行，那到底要什么姿势？
一定要避免久坐久站，要定时活动筋骨。有时间的话，如果机会可以，我们要脚把它抬高高于心脏。那么像这样一个抬腿的动作可以帮助血液的回流，另外还可以穿着医疗用的弹性袜，让我们血液能够正常的回流心脏，避免静脉曲张的症状变得更厉害。嗯，原来如此。哦，你要一直维持这个姿势吗？哇，加强版不错哦。那如果我要看医生的话，我要怎么知道去哪一个科别？因为我刚问很多路人，他们好像都是去看加医科，这样对吗？是，有些人跑到加医科，跑到皮肤科等等的。其实静脉是血管的一种，所以静脉曲张就是看血管外科。很多的医院你去找不到血管外科，你可以找心脏血管外科来得到适当的帮助。那我如果真的有那个静脉曲张，医生会怎么帮我治疗？治疗的方法从2000年来以来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。传统的手术，在腿上拿刀片割一个洞，把里面曲张的血管伸一个铁条进去，抽出来就解决了。当然现代的科技我们进步了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会用热能的方式，用射频或者雷射导管伸到血管里面，把这个静脉曲张处理掉。最新的方式用胶水导管也可以把静脉曲张处理得很好。等一下，你刚刚这几个方式听起来都非常的可怕。一个是把血管整个拔掉不用了，是，然后用热什么，还有胶水把它粘起来。对，用热还是把它抽出来，听起来都很可怕。最后一个方式用胶水，用胶水粘起来，其实听起来就没那么可怕了，还好啦。哪有超可怕的？像热熔胶那样。这样子啊，其实现在用这个胶水导管，因为导管的这个直径相当小，我们只要在你发生静脉曲张的腿上面用打针的方式，打针你总不怕吧？用打针的方式把这个导管放到血管里面，然后呢，这个胶水就一点一点一点打在这个血管里面，把原本有静脉曲张的血管就粘起来的恢复原状，这个血管也不用抽出来。那么这整个过程不用到热，不用打很多针的麻醉，也不用穿弹性袜，病人就可以走路回家康复了。哦，超棒！啊，我是蜘蛛静脉，我要来骚扰你，让你血液循环不良。你在干嘛啦？你如果不定时出去走一走的话，我就会一直缠着你。我不是叫你不要再写这种儿童短句了吗？天哪，赶快去看心脏血管外科吧！不要跟着演啊！